不是找了大娘跟前存着吗？这羊排真好。哎呀妈，这叫挂稀溜的，刚才把灶垫的。哎呀，把羊排放锅里糊上，放点葱。呀，驴哥整啥呢？呀，海涛来了，我糊点羊排。你大娘啊，给我拿点地瓜，我也不会吃啊。不用，给你拿来了。妈，你这一天呢，你毛扔的。呀，哎，驴哥，你看这地瓜挺好的呢啊。我糊羊排，一会儿你在这吃吧。放点散篓子，蘸菜，糊到20分钟。切点葱。别动啊！哥，你干啥呀？我拿它去锁门去，防止寡妇进来。算了。这锅来，火了，羊排先捞出来。起锅烧油。把羊排上给整成鸡蛋液，给抹上粉面子，有一个把羊排炸下来，炸好的羊排捞出来，留着葱姜蒜放下来炒里头，炸料油给捞出去，再点豆瓣酱，放点辣椒粉，孜然、芝麻，放点老干妈，少来一点先麻凉水，先喂到鸡精搞里头，酱放好了，香菜、菜椒。驴哥，今天的话，咱俩能好好整点啊？咱俩好好整点。哦，来，哎呀，来，哎呀，行，哎呀，走。哎，这羊排真香啊！香，你都多吃点。张海涛，等会儿，哎，等会儿了吧？哎呀，这玩意儿进嘴就得劲儿啊！来，海涛，来，坐下，坐。嗯。哎呀，你们咋又吃上了？咋事儿啊？你咋进来的？啥玩意儿？我咋进来的呀？我给洗院来的，跟他家站空钻过来的。哎呀妈！这长的啥呀？哎呀妈！哎呀，都是肉啊！哎呀，真香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呀，真香！驴哥，他也没按套路出牌呀。啥玩意儿按套路出牌呀？你别笑，这天是没好的。妈呀，我得上大门看看我那链子去。嗯，啥链子呀？金链子。那我也是瞅瞅去。滚！哎呀！